当然平静啦，平静是咧，华语的话咧，一个观啊，一个观花盆啊，高家对这个花盆的阿妈姑娘讲啥？伊所以注意除了微微啦，加细加叶啊嘛，但系要卫生贵啊，还得叫做平静。嗱，福建话是无话叫嘅，但是我用一句话都明白啦。平静啥物咧？大家讲无路行，无路行了，无路行了，阿妹侬讲啥子？那我同你讲，咱人会无路行了，无如果搞到地势咯，有雷咯，有蛇咪好啊？我直接会拄着无路行了，阿妹侬，好意思咧？他们说你无路行，因为你是人，你是人，台湾几百个人，你是人，你是人就会无路行，阿妹侬，他们说咱是神，咱总是有限公司，大家有限公司，总是搞咱自己的点子，咱不能叫往前借物件，咱是做未到的。然后这是无路行，但这是讲到累呀，你知道？有累人会无路行，会啊。伊拢系家庭生活无路行，婚姻关系、红火关系无路行，再者一项物件无路行，也要走路啊！我看到真正有路的人，我这个搭下手啊，祈祷啊，这个真正有路的兄弟姊妹，你讲牧师我无路行，我对我的囝无路行，走路，我物件要怎弄？啊，伊个囝十岁、十二、三岁呢，不知道，也路去请人做工作。所以你做工具 ，OK， 牙累，牙去卖累啊，唔单止去做工具，牙累去叫人靠车可以，伊无路行，伊会听未听话，未好势，无路行。那遐之外，个咩也无路行，人看病了，人是生命感觉是抗战无路行，老君你甲你讲无路行，那遐之外。咱是人，咱会面对一个坎子，叫做无路行的坎子。安怎行过？安怎 breakthrough？ 安怎突破？还是安怎赢过？这个经验，咱看一个圣经章，大滴人坎坷，但滴大但是大滴神凡事拢会，阿咩咯？我话你记袂来咯？大滴神凡事拢会个咯？神凡事拢会。咱看一个圣经章，大圣经章一个出名的圣经章。就是伊利亚甲一个寡妇的圣经啊，那遐之外，这个经文咧，这个故事的记载咧，是这个王啊，一个派王上帝要祝福，要责罚伊啊，要责罚伊，让这个土卡无落雨啊，旱灾，旱灾，然后当然当伊宣布旱灾，然后王就要杀伊啊，王要除伊啊，伊利亚就走路咯，啊，主耶和华安怎代替伊？伊的这个日子内面，咱看过，咱来看，来，咱看来。来，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到加第十四节，咱先来看。所以讲，记咧加大提斯比人伊利亚对阿哈王，阿哈王就是一个臭王，凶的王，歹王，明白无？啊！我记了所属王的应许耶和华，伊是来神去救助。这个几年啊，你我若无祈祷，定着无降落，甲无落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利亚讲：，你离开这边往东边去，头飞大滴约旦河的东边的基利斯边啊，你要啉迄个江的水。我要吩咐乌鸦到伊边来饲你。伊是伊利亚就照了耶和华所讲的话去大滴约旦河东边的基利的江边。乌鸦早起暗暝拢打吧，打边个打吧，来伊就啉迄边的水。过了这个日子，这个水，这个江水滚大滴了。河不无落去了，河不无落去了，无落在地上。亚华就一话不再领教伊讲，路都引起来，往西顿的沙发去，大伊边我要欢呼，去边个一个挂布，比如叫做挂布啊，
寡妇就是安息了的查某人来饲乳。伊个阿婆起来往撒拉巴去，到个城门口，拄到一个寡妇，在去边捡茶。伊个阿婆叫伊讲，求汝用一个器皿摕了个水来给我啉。伊就去提水，会点声。伊个阿婆再叫伊讲，也求汝也用饼给我吃。伊就讲，我记了应许耶和华的神起旧船，我无饼，我的这个坛啊，我的罐内面只有淡薄的面粉，我的这个不只罐内面只有淡薄的油，我当今吹炉盏茶，对起为我的囝做饼，我若是吃了，就是死了。伊俩对伊讲，唔通惊。你当今教条啊，讲你去做，只要为我做一个细细的饼，然后搁为你为汝甲你囝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安讲，你罐内面的面无减少，你罐内面的油也无减少，直到甲耶和华好好降落伫地上的日子，咱袂安好几多。主要说我求过你圣名，你帮助我兄弟姊妹，好人有出路。好，我的心明白归来，目睭飞起来，知影讲，汝若是当我生命，我无咩通无惊。无论我遇到啥环境问题，汝就得要看过。好，我当你话唔通灵力，好，我当你话唔通帮衬个祝福。感谢汝听，汝奉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得咯。阿门。感谢主。而且我看到圣灵在，人生看到一个奇妙代志发生，就是有一个神的人，什么是神人？就是神的奉献啦。死的干啦，伊就死叫做先知 prophet， 先知就是上帝喺讲话啦，用伊来教人讲话啦，你知？然后先叫人咧，就对咗王讲话讲，那是我无祈祷，天无间害，就上帝俾即学即王，即王是一个批王，无王，就走。伊个衣柜咧所在，就叫上帝解讲，你当今听的话，你要去这里。恶蛋好诶，蛋饼诶，基利斯诶，干逼大肉，因为派虾米咧？因为恁民族派乌鸦来饲鹿，啊，饲了诶，点声？大点声，看到一坎站诶，伊乌鸦打吧，打饼来，水你打起了，你无落雨吗？啊，上帝讲，鹿当今起来，我要传去一个所在，叫做沙拉法诶所在，一个甘榜诶沙拉法诶所在，然后这甘榜诶大了一个寡妇。无安的查某，你去咧？我要叫伊饲鬼，对不对？伊就去。去了当时啊，伊就看到一个寡妇在捡茶。等伊来捡茶的当时啊，这个寡妇咧，就看到伊，就看到寡妇的当时啊，这伊里啊，这个人就对来讲，你查某水啉无？水啉 OK 啦，也水会啉啦。然后，伊佫叫伊讲，讲你会使做饼嘛？之后，原来讲寡妇真正无镭啊，真正无镭啊。即寡妇就讲对啦，伊嚟讲，我只有无咩，我面内面出淡，我罐内面咩，出淡无面粉，然后出淡无油，我就是捡只两支茶去做饼，食咧我就担心了个啦。但是伊了对人讲蛮惊，你照了话去做，然后甲你惊，甲你来甲你做饼，你要听个话，到个上帝如何一接，你就得要食。有春，感謝主啊！弟兄姊妹，我慢慢同你講過，咱人嘅都要無路行，咁先。即路嘅人，其實在你都要無路行。但是呢路即路人，我哋歡迎即路嘅人，在你上帝嚟，阿都敬咧，伊就是咱要愛。咁樣即話，咱看，大啲你無路行，咁先，你要相信，你咪行嚟看。但是姊妹，在你都無路行，咁先，頭先要相信，大家對我嚟講。上帝在你掌管，来讲上帝在你掌管。上帝在你掌管。但是你相信什么经？没错，那个上帝是活的，伊是掌管环境、掌管世界、创造生命，达达你跨过路无何路欠大神嘞。所以何必是无路行？其实无路行是路看无路行，唔是真正无路行啦。那咱看到圣经在哪话？有我的外领教伊个阿公，你去教要干好个干面，迄个干面，你要啉咩水？然后我翻乌鸦打吧，我问你一个真正奇妙物件，你注意看大细物仔，伊暂时是无落雨，
大家不明白这在正的话按照我爱大的话按照我爱大的边来回家他不是叫人去注意他不是叫人来过他他是叫亲修来过他你注意几项东西是按款的限制去到嘴巴人巴无啊去到嘴巴吃去到嘴饼吃但是我能够那段是这啊大的那个钢笔人家无欠费无要死哦上帝派乌鸦来打嘛，所以这段圣经真啦，好好看，你都看到啥物件？上帝掌管，这大自然都听到上帝话，对生命一切身边一切拢都听到上帝话。这个上帝叫叫，这个上帝好机会，这个上帝开路，啥物物件咩咩发生嘅？所以你相信哦，你在你困苦嘅中间，你感谢上帝也管。那我讲讲人之外，这个死嘅人。这边讲是上帝啊，死人，上帝。大家知未？这个有信心的人，伊相信神迹，神迹 miracles。所以只要是听上帝话，祈祷出来，单表的话打吧，因为话打吧来讲。那今日想问，那人啊，你若是相信人来讲，你就会无路行。但是你若是对圣庙耶稣的咧，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就未无路行。他们说呢你靠了基督有时也发生那基督徒基督徒我们是信主人是不是妈妈你记得我们是信主人我们信主人都会上信主大家说都会上信主那现在我们的主是奇妙的神圣经说他是何苦变故的神叫死来学我的神所以我的主来面无坎坷吃物件。那你看到这个情形，这是汉灾，这是汉灾，无灾症，无注意的东无如何的东西。但是这奇妙，上帝在这个情形的吹了吧，吹了边啊！哇，这好，我真大的感动啊！在你汉灾的上帝吹了吧，吹了边啊！所以杨姊妹，在你基督徒里面无讲行政的了。基督徒的生命无讲行政的，基督徒的生命无讲环境的，你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无讲情形的，你知道？哎，伊情形是安尼款，就是安尼款的啦。哎呀，行政是安尼款狡辩啦，你知道？那行政是安尼款，等于总是有死的人，来讲死的人，死的家子，死的好死的啊，好死的啊，阿门。上帝是无看情形的，因为上帝是行神迹的代志，要变要变，无人会阻止，含呢点先系做嘅。你是唔是倾上神呢？你是唔是倾基督？那是一个男人之外，大啲你坎坷嘅情形，也是上帝环境，都是无路行。含呢时间你哋感觉无路行，都是环境做得无路行，都是有限公司。你会做的东西，你会变的东西，你会变的东西，你办法用紧了了。你若是会用来讲，你看你今晚你都无需要神了。所以今日若是你是一个信耶稣人，你会相信这物件。咱会注重关，阿门。变无落去，变无落去，因为咱会注重关。在我们做中文的东西在你行在你也吹到吧在你行在你也吹到哪没人用因为用乌鸦阿们阿们一切都吹有注意在死了一切了所以如果是死的人呢他就不要死如果是死的人呢你就跟环境跟市场跟情形无关系，你干来跟主关系呢？你若是挖苦了主的时候，主将管理生命，我跟你讲，咱就未死。阿门。所以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信主，咱的主是活着的，你要相信，为神掌管，大地要
灵人生道路里面被神掌管，总之路行甲无路就是新的开始。你看到这个情形啊，我感觉无路的，伊里阿无路，伊才点互主来传，但卖沙发挂布，伊咪是无路了。但是有一个情形，你看到是啥物？来听嘛，你看到伊人得救，啥物事？主掌管。阿妹啊，刚才就第二来看，到底咱人无路行的东西啊？你要做啥物？其实就咱讲无路行的东西啊，你要相信啥物？但是换句话来讲，你要相信主传你啊，第一主传你啊，主传你啊。那你看到圣经怎啊？这段圣经怎来的？你注意叫这十七十十六十的圣经怎来的？常常出现一句话，都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耶和华的话领导伊，是不是？对了，耶和华的话，对了的话，是不是？你看到注意着，这个在无停出现，对不对？大家姊妹，就是被圣灵在第八十分钟看到看，耶和华的话领导伊啊，领导伊讲，你起来，往撒拉法去，大一边，我吩咐大一边的寡妇来伺候，大家姊妹。你注意到一个叫滑稽啊，叫好笑的物件，不是叫奇妙的物件。如果是伊利亚变小，然后我就讲，当天去，去一路洞啊，有一个无女人的查某，死安了的，啊，我会派伊来讲，那是普通人变得小，干嘛呐，上帝啊！你肯定是七七八死了，暗死了。如果讲是无泪的话，伊就死我哦。啊，准备派一个啊，上帝话领教伊下讲，你去到这里啊 ，City Bell 的这里啊 ，City Bellview 的卡来到这个时钟。始终终结的破的派我们对面罗文秀的厝啊，去夹多少钱啊？会较丢啦，对不对？对不对？对哦，对哦，会较好势啦，无啦，从头从尾没有摊瓜子啦，分掉啦，无啦，是不是？带我去挂户的呢？带我去一个西安的嘛，是无类的呢？你家己都吃无，搁吃有啊？那遐个姊妹，奇妙啊，这边。上帝叫伊去大个一个寡妇，然后去寡妇个饲。你看到上帝做物件，我问你话，上帝若所要感动一个官来帮助伊，也是有艰苦个，知道？上帝要带一个百姓个王啊来过，伊也无艰苦个。但是偏偏啊，上帝做成物件，带去何一个？无安的查某来过去，你看他咩物件？你看到上帝啊，要予伊利亚认物像物件，我有我的路行。爸爸，你记不记？大哥，我有我的路行。啊，这上帝讲的，上帝讲，上帝不是派伊利亚去挖挖门啊？其实上帝派伊利亚去帮助。代表神的帮助的话，所以如果上帝带领伊个家，无论是寡妇或无类的吼，听真话，总是上帝在迄边都做好，都讲的，都未了，未罢，阿门。如果你真正点子啊，十三章。哦，十咁看，伊阿都对了三爸讲，啊，就去到三爸，到底石城门，伊等下就见到你挂户在边抽查，伊阿就叫伊讲，叫你用淡薄气味，然后就阿我去带无水我啉嘛，伊就去舀水，伊阿我叫伊讲，那我叫你我食饼，伊就开始讲话啦。你三爸讲，我见了上帝起初就话，其实我只打了你了，我只打只无了你了。当今我叫这内茶上面所有，什么出那么油，出那么米粉，然后做了食了，我惊难死啊！那你这么看出来，我无想。
新人伊里啊，加这个查甫人的看法拢无啥款咯。那是不是新人啊？不新的看法，大家讲新的看法。新的看法。所以伊里啊，真无可能的。那是我是伊里啊，可能我说哎呀，无免啦，都准备买一口贵了。只要担心我们钱路，就是讲我们钱路是不是？我叫我的钱，我话是真钱，我就讲钱路啦，会会会会是宝贵，你别硬吞去。但是你注意到啥物件？伊利亚无去可怜你哦。伊利亚讲，如何我食先？如何食？啥物事咧？伊利亚听到主的声，伊有信心，食到伟大。阿妹，这就是死的人，但讲死的人。甲普通人看法无相，拍拍你去白咧，你是死的人还是普通人？你是神的人或者是普通人？嗱，你是神的人咩？你就睇到神。你是普通人咩？就睇唔到神。明唔明啊？你是死的人就看到神，你是普通人都看唔到神。那基督徒那是做了基督徒，不是普通人啊！啊，你真可惜啦！你家己为了还我的生活，一旦是讲做了基督徒，你成为死的基督徒来讲，你突然间患上幽梦有神啊！我讲你突然间要平安的，无论从头前有啥物杂啊，有啥物危险啊，有啥物欠亏代志将要发生的话，但是你是死的基督徒，总是会看到死的字，你未惊，你惊去。你别讲心里面失智慧心搞到无路行，别，因为你有神。我同你讲了，你行到一边地无路行，因为你是人。但是咧，那是讲你是死的人，你无想啦。因为你怎样，就在那看讲。你看到是话，生意在了啦，伊里阿点无可能的，伊讲咩呀？因为伊里阿对伊讲十三节，你难惊。就我话你做，只要圣行我的西饼，然后为你听，为你家己做饼，即句话咧记了，我也千万要注意，听神人讲话。查某人来讲，我都出淡薄啦。对个，做奴婢，但系讲奴婢，我食一地，我会惊食一地，就耽误死啦。但你神来讲你，你免惊，你做我食，要做我你食。做何人听食冰沙地啊？我地冰沙地啊，对不对？对不对？然后神人佢嚟讲，你要相信佢嘅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咱系上帝，按照咁讲，嗱，伊是神人咯，伊看到上帝旨意咯，然后伊看到神嘅旨意，听到神嘅声咯，对住个查某人讲，你原来你嘅腰加鼻粉鼻大。教到这个限制背了，上帝如何的接，论未大。因为怎卖，你看到奇妙。所以我讲，你是死人，还是普通人？那是你是阿伯耶稣到内面，你是普通人，你就会无路行。你若是信耶稣，你就叫死的子子。所以你就会看到死的子，死的话就引导你，然后上帝就传扬。但是外，你看，你注意这个正经的良心啊！你看到一个真正奇妙的代志发生，这隆重一大点的，来讲信心。信心。这边你看到上帝教导伊利亚信心，分教导了这查甫人信心。你看到的是安尼，剩淡薄的米粉，淡薄的饼，但是你信心肯对了上帝的传言。假设时阵，上帝传了位路啊，是有用行的了，但是是无学的了。上帝传了位路啊，是特别要人上帝教的，要叫顺服的旨意啊，是唔影是平常人做未到的哦。那有的人就感觉这是无路行，但是有的人却看得出路。我就看到假设真正好料的，我的同学啊，人做路也做落得的。伊人咁运棒嘅路，伊下夹棒嘅落到下，去做牧师，去做宣教师，去帮助了需要人，本来一个会变个真好嘅人，去做一个无人嘅工作。但是大天平呢，伊求生命，大天平伊经历过大风雪，是里面无代志。
有的人的生命，上帝给伊帮助，因为上帝帮助会点么长真残忍的那款呢？但是上帝改变伊生命，有的人上帝到底无钱，那么叫用个十分之一，无钱啊！你千万万能讲，你要鼓励用个十分之一，因为这个是蒙福的道路呢。他们就是上帝无计可能，他把你给白来。就讲上吊吧，系咪啊？他把呢个名上吊吧，但系千万即系听奇怪嘅代志咧。我讲讲上吊吧，嚟看讲，上吊吧讲完，上吊吧怎样？佢哋死嘅幼稚，所以幼唔是。伊毋是歹可怜母，是母看袂到伊所看到物件。毋是伊哩阿歹可怜这个撒法寡妇，因为这撒法的寡妇啊，伊看袂到上帝到头前的祝福，看袂到上帝到头前的供应。所以我就要讲，到你无路啊，点先要相信上帝？三物件来讲，上帝有祝福来讲，我话你来讲，上帝有祝福。你看，十个跟十六站，这边就看到，奇妙情形发生啊！富人啊，就照伊利亚的话去做，伊家己的厝内人，并且伊利亚吃了几只、五只，明天就死了，三天后死了，啊，一礼拜后死了，有无？下当五礼拜也有无？听我讲，无啊，你讲吃了几只？真正姐姐，大家讲真正姐姐，然后迄个罐内面的面无减少，罐内面的油也无减少。我来句话就讲到物件，所以讲就相加上帝摇华，对了伊利亚，接了伊利亚所讲的话，听得清未？因为上帝上，你若相信上帝话，我甲你讲。上帝做，所以圣经里面讲一句话也清楚啊，人若是无信心，趁未着上帝欢喜；人若无信心，趁未着上帝的欢喜。你是一个有人，啊，有人，你当然饲一个人，饲一个无人。因为都牵绳大，牵绳好听。OK， 一日内面，伊个讲一句话，就是长路，长伊个个土物件了，不是？那物件对另外伊个，伊对讲一句话，我会哟，我做会到咯，你听得懂吗？你微笑，对不对？是不是？我饲路来饲，我好路来饲。你看无，有哩人对对无是假面啦，有哩人对无是假是人家对象，是不是？好嘢人对无是假是咩？人家对象，你都来对象咧，伊会感觉你看无，你几千块我唔就会唔，你有咩？我较大成你个都做咧，我即几千块我惊啦，是不是？伊对几多个呀？唔是好钱，唔是谈。对位都是无，不快无。当然，咱是上帝唔是咩？但是我跟你讲，信心是领受上帝的力，领受上帝祝福的唯一一个道路。所以我跟你讲，人若无信，体会到上帝欢喜，这欢喜就是祝福来 ，found favor with God， 对上帝欢喜，会当啥子啥物？上帝祝福咯。这撒法伊好出名，都是伊惊，那是伊做，伊惊，但伊做，伊唔愿做好这新人家，这个单纯，伊相信讲，唔愿伊利亚话做了就伟大，唔愿个神做了伟大。那个之外，我唔知上帝个传了，我咪唔知上帝佮佮讲的话。就成話的，但是你要相信一樣物件，
当你感觉无路行的当下，其实就是你心情端的问题。一个心情健康的人啊，新的人，别讲无路行，你相信人咩？你看到无路行的人，才你就证明讲看到你问题的大在什么？阿妹，对不对？如果是讲无大问题，大在心来讲，你讲一句话，扛下去，从基础的中间。做会传呀，做会开放，是不是？这是神人，因为伊知影讲，即头前问题未大过伊上帝，头前问题未大过伊天命，然后头前上帝伊对伊预备啊，上帝开路啦，上帝也都看过伊，即叫神人，阿咩？啊，这个人啊是感觉无路行，即证明讲伊心情不良啊，伊看到伊问题甲大过上帝。这是基督徒对于大的失败。他的姊妹，你若蹲在上帝面，搁再跪来祈祷，求主的信心，求主带我行，搁一摆相信讲主啊，我相信你就要带我过，我相信你就要带我得胜，我相信头前你已经为我预备，我相信你是我的上帝，我无必要叫死来给我的神，我相信。你叫咧面粉，甲油无打的心，所以我相信，今日我未打，我就来过关。哎呀，姐妹，其实这世界上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信心来话无准，伊人背得了，无一个基督徒死去。这里想看咧，如果未死，阿门。最后，讲一个。特别人会讲，会告诉，那这个人谁哦？这个人叫做 Walt Elias Disney。你从细汉到大汉，看伊的物件，你知道？伊就是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的发明人，就是 Disneyland Walt Disney 的公司啊，的创办人。所以你头一只香猪啊 ，Mickey Mouse 啊，就是伊画出来。那么这群人呐、啊？到底敢讲出来东西啊？我都还没养活呢，还没养活一条理想，还没养活了。你甚至无镭个，你个教会话多是新出的，无镭教会啊，你教会话教会多，所以做个官司，他无镭话多无人看，无人爱，知道？发教拢是讲无人买，钱上上，就个无镭个钱，根本无在了，不出大，不在水出大，不在水房间啊，去水咩？水人的卡巴。人坐车的车房，臭到半死啊，油渍渍，乌漆漆啊！这人住在咩所在？他一直我希望一出头地，我就是未出头。到底住在这个车房内面的点子啊？住在这个车房内面的点子啊？伊就当只只神，要困的点子就看了，就听两声出一声，是啦。到底出得没？就看了伊。一只乱来搞物件，走来走去，看到伊拖头，伊看到伊，我来养猪去。他们一只神在困去，一只一只，伊就家己养猪白白，他自己家养猪白白。伊又无啥物，我只养猪有声，不过无声啦，无人陪又无朋友，是不是？嘛，等下养猪是伊的 pet 咯，是不是？对啊，那只养猪才奇妙，你知道？只养猪在长久会无伤害呀，滴滴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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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嘛，死在黄土啊！有只一针一片啊，有影吃了看黄土，你知？你不到底吸万人波啊，无辜啊！只鸟猪都在伊唔头顶吃啦，伊就做贵做贵做乜嘢？你看那只鸟猪真正出名，你知？你见无落地吹来吃啦，咁饲饲饲，变做朋友，变做开始上在歪上在歪，跳来上面啊！都是因为咧，自己的点子啊，自己点子红鸟，一个 idea， 一个创意来，你知？你看到鸟猪的动作，因为是鸟画来。每一条伊的动作，鸟出叮当的动作，看人家处理嘛，伊就画鸟出的动作来，头一只咪去冒出来。所以，伊从安尼开始咧，伊发达起来，从咧开始出名起来，从咧开始世界动画 animation 啊，就是由伊开始的。所以讲了一句话，唔知伊对一世人对伊大名言怎么样啊？伊讲了一句话，上帝给我一条出 ，God give me a rat。上帝給我一隻鳥鼠，所以叫伊叫做 Mickey Mouse。所有 animation 都從這邊開始的，以前我一個大人，
或者一人带来生日，带来欢喜，然后甚至家己带来财产出名。第一之外，你看到机会都要出来，机会都上帝来，机会上帝来，上帝来提拔一个人起来，有伊个路，别讲无路。但是要看这人是不是愿意挖苦的，是不是愿意相信的。所以之外，你会记，是只话感觉无路的，你才要相信上帝掌管。来讲上帝掌管，上帝掌管，上帝带领，上帝祝福，上帝祝福，来听听，下去。